穿着雨衣撑着伞，随着台上乐团激昂的歌声呐喊摇摆。这里是2022基隆跨年活动现场，这场全台唯一完全以独立乐团为主的跨年晚会首度移师国门广场举行。虽然下着雨，却无法浇熄民众的热情，还吸引了不少外县市民众前来，一起感受基隆的雨都摇滚魅力。我们就是从台北来，然后就是希望见证基隆的进步，这样，对对对。然后我觉得基隆这个乐团的安排还不错。我觉得基隆跟其他的跨年晚会不太一样的地方，就是他们请了很多独立的乐团，所以我觉得很特别。我其实很之前跨年都不在台北，然后他们刚好有约，然后我就把我原本的约推掉，然后过来这里，还不错。好，于是。非常的不小，但是呢，我们可以看到现场的非常的热情哦，而且我们看到整个实力派乐团他们的连续的嗨唱呢，整个带动现场的气氛，所以我们可以看到虽然是雨势非常的大，但是现场的热情呢一点都不减少。而我们这边的整个的跨年晚会的最大的特色呢，除了是都会固定有邀请独立乐团具有特色的乐团来实力派演唱之外呢，还有最重要的就是我们有搭配独特的整个港区的还有大船鸣笛以及跨年烟火，希望能够带给大家充满了基隆特色的跨年晚会。在基隆市政府力邀下，包括在地乐团、海尔乐团、雨神乐团。及庄咖人、田约翰、VH、拍摄少年及 TD Back 等七组金曲精英级表演阵容轮番上阵，嗨翻全场。基隆市长谢国良也率领副市长邱佩玲等市府团队，与副议长杨秀玉及多位市议员和前市长林佑昌一起上台，向现场民众挥手致意。新任及卸任市长两人相见欢，也异口同声祝福基隆在新的一年城市共好，向前迈进，市民都能平安健康，心想事成。今天跨年啊，天气是又湿又冷，不过我们基隆的民众还是不减热情，看到有很多民众都惜家带眷，也有很多是男女朋友哦，他们都到了我们国门广场来跟我们共庆这个新年，那也非常的开心能够邀请到我们林佑昌前市长来跟我们一起参加。那在这边也祝大家新的一年新年快乐，然后呢越来越旺越来越好。非常谢谢谢市长的邀请，今天晚上一起跟他来参加今年的跨年晚会哦。那满满的民众，那大家一起来倒数迎接新的一年。那我也趁这个机会跟所有市民朋友来恭喜祝贺，祝大家能够心想事成，在新的一年呢都能够圆圆满满顺顺利利。那基隆市在谢市长领导之下也能够继续的进步跟发展。副议长杨秀玉则代表议会肯定基隆市政府举办跨年晚会的用心，并祝福市民新年快乐。今天真的雨风雨蛮大的，那这个我们基隆市的市民还是热情不减哦。那在这个岁末年终哈，这个老虎要走了哈，我们要迎接新的这个新兔，好，那在新的一年里，秀玉在这边祝我们基隆市所有的市民新年快乐。五、四、三、二、一 ，Happy New Year！ 最后，在所有人倒数声中，由国际知名烟火大师黄俊豪操刀设计，搭配在地海尔乐团专为基隆创作的歌曲《台湾头》所打造长达七分钟的璀璨烟火秀登场，吸引许多民众驻足观赏，更拿起手机相机记录这精彩的一刻。
基隆市长谢国伦表示，新的一年基隆市将会有全新的气象，不论是室内儿童乐团还是交通建设及就业环境改善，市府团队将全力打拼服务市民，未来也会持续努力打造基隆成为一座永续快乐及有爱的城市。记者张启腾基隆报道。